妹妹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坏消息。你妈妈带着弟弟去外婆家了。好消息呢？爷爷打工要回来了。爷爷，你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呀？去干活了。醉吧，一生把爱交给他。哎，爷爷回来了，爷爷。姑娘，你还这个姨妈也挺你了，真当了。爷爷就巴不得你了。爷爷早，我们回家啦。爷爷，你先坐，我去煮饭给你吃。我的饭吃掉了，奶奶。爷爷，你等着，我去拿好东西给你吃。好。爷爷吃蓝莓。你们要姨买的剪辑上你拿个手给个好穿。谢谢爷爷。爷爷。爷爷，你看我漂亮吗？转过身来给爷爷看看，漂亮漂亮。爷爷，蓝莓好吃吗？好吃。爷爷，这个也不见你了，爷爷烦你。爷爷，你当保安累不累？不累，就是上班时间长，天上十二小时。绵绵姨姨给你10块钱，你还喊的对谁？爷爷，你上班不容易，我不要你的钱。这个是爷爷的一片心意，这是让你拿了。爷爷，刚好有10块钱，我去给您倒水。爷爷刚好开口。爷爷喝水。绵绵乖。好吵。